你当初假冒我的时候，我还是以为你是被孙一正逼迫的。可是我没想到，现在你居然跟孙一正一起串通起来害我。张松啊，我是看错你了，我真的后悔，我后悔，我还替你说话，我还替你脱罪，我真是个傻瓜啊！我。 少爷，我说的是真的。原来想去找孙大人担下一切的罪过，可是我听孙大人说，说他要杀了你，让你上不了公堂，所以我才决定要偷老奴的钥匙。你说的真好，孙一正是何许人啊？他的钥匙能让你轻易的偷到？哈哈哈哈。 你这分明是跟他一起串通好了来害我。我要是死在大牢里，这扬州人民迟早会知道我是清白的。可是你现在把我弄到这儿来，我就等于成了逃犯。我要是死在孙一正手里，他顶多是杀了一个逃犯。不会的，不会的，不是这样的。我是想先把你救出来，保住性命，少爷。 我是真的想救你啊，少爷！我老师傅说的对，这世上没有不必偿还的业。你，少爷，今天你的日子并不好过，我一念之差，没有及时澄清自己的身份，从此我的日子。 就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我良心不安，就算锦衣玉食，我也是食不敢问，日日提心吊胆，担心自己的身份被揭穿，我度日如年呢。我想，张松他是中了孙一正的计谋。清平，你说的很对，要不是张孙一正自己愿意的话。 张松，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偷到大牢的钥匙。可是，张松他说的也对啊。若是孙一正一定要杀你的话，我们确实防不胜防啊。所以，张松，你算是误打误撞的做对了一件事。要是昨天晚上我们不走的话，清平很可能再也走不了了。张松，谢谢你。 田小姐，万万不可！少爷，好了，我们现在最不应该的就是在这争吵。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孙一正的追兵肯定随后就到了。我们赶快走吧。少爷，少爷，这里面有张地图。 还有我准备的一些银两，虽然不多，但总比没有强啊！快走吧，张松。少爷，田小姐，之前张松对你们做了很多的错事，虽说是孙大人逼迫，但也是张松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而没有勇气承担。 张松难辞其咎，张松在这里给你们谢罪了。你若真有悔意，张松，你就起来快走。不，张松留下，我误杀了金捕头是事实，我得回去认罪。张松，少爷。 田小姐，你们快走吧，时间就走不了了。张松啊，你这是逞的什么强啊？少爷，你快走吧。这些日子让我明白了一件事情：只有诚实面对自己的良心，勇于承担自己犯下的错误，人生才有可能踏实。我不想再让自己的心。 空空虚虚的过日子。
张松，少爷，你快走吧，要是孙大人赶上来，我还能替你们挡挡。传令下去，无论生死都给我抓回来。是。快走吧。张松，如果可以，你一定要好好的活着，等我回来。张松，谢谢。快走吧，快走。谋害县衙捕头金虎，你身负两条人命，罪上加罪，按本朝律法，伤人者刑，杀人者死，本县一律判你死刑，静候秋决。你换押了。是我醒悟的太晚，但是少爷是个好人，我祈求你一定要保佑少爷平安无事，求求你观音菩萨，错的是我，不是少爷。
孙大人，又见面了。来人，把王清平给我拿下！监察御史在此，只限孙正，还不参见。大人，把王清平拿下，不得无礼。孙正，你为何要抓我？王清平，当日你当着扬州乡亲的面，当庭画押，承认杀害金虎。 就凭那天的判决，今日就算你是皇亲国戚，我孙仪正也要秉持勿忘勿纵的原则，将你严办到底。这样听来，孙大人倒是个尽忠职守的好官呐。孙大人，金捕头是我一个人杀的，与少爷无关。 王清平，你做什么？张松，金虎不是你杀的，你只是伤了他。杀害金虎的另有其人。王清平，你不要以为自己做了高官就想混淆视听，借此脱罪。对于此案， 本官一定要严办到底。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若今日我王清平杀害了金虎，我甘愿伏法。只不过，有人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却以职务之便滥杀无辜。我王清平身为监察御史，也不能放过。此案有冤，必须重审。孙大人，我会拿出证据，让你心服口服。
下官审理的过程有什么不满吗？孙大人，您说呢？是不是该有什么让我不满的地方？下官也认为没有。在这个案子，人证物证俱在，且犯案之人张松也承认行凶。在这样的情况下，下官认为没有重审的必要。难得孙大人有这样的自信。来啊，把张松给我带上来。张松，你画押承认你杀害了金捕头。是，当时我想逃跑，情急之下将金捕头推倒，导致金捕头脚跟不稳跌倒，头撞墙壁，昏迷不醒，流血如注而亡。可是判决书上不是这样写的，这上面写着说仵作验尸证明金虎死于刀伤，说你夺下金捕头随身的小刀杀害了金捕头。我没有。张松，这公堂之上不得说谎。大人，我都愿意为杀害金捕头之事偿命了，又怎么可能在这种小事上撒谎？嗯，也对，要不是我赶来阻止，眼下除非菩萨再显灵，你已经成为刀下亡魂了。孙大人，您怎么说呢？张松的随口翻案不足为信。孙大人的意思是张松夺刀杀金虎确信无疑？哼，王大人一心想找下官的茬，以官职欺压下官，恶意质疑下官的判决，对此下官也无话可说。哼。对了，张松，你用哪只手写字？我惯用右手。左手能够灵便书写吗？不行。那你就左右开弓，给本官写几个字看看。你的左手的确不太灵便。孙大人，实不相瞒，本官在进城之前去了一个地方，见了一个朋友，去看了一点东西，这些东西都与本案有着直接的关联，孙大人是否有兴趣听听看呢？愿闻其详。钱先生，给咱们说说您发现了些什么。给您介绍一下，钱先生是京师闻名的仵作，办过奇案无数。钱先生，您说说看。是大人，在进城之前，小弟与御史大人一起在城外坟场挖掘金捕头的坟墓，重新验尸，发掘了一些事情。我解释了金捕头身上的伤痕，发觉他的后脑的确有撞击的伤痕，但那并非致命之伤，真正致命的伤痕乃是胸腹间的刀伤，此伤极深，由肋骨之上的刀痕判断，发现了两件事。第一，刀痕入骨，显见凶手下手极狠，存有置人于死之心。第二，以刀痕深浅及入刀方向来看，凶手是个左撇子。孙大人，张松可不是左撇子。这，孙大人，您仍要坚持您没有误判，那么眼前之人您就没有误杀之嫌。这就证明仵作验尸有瑕疵，导致下官误判。张松也许不是嫌犯，虽然张松没有杀害金虎，但仍使金虎受伤，只是金虎没有还手之力遭人杀害，张松仍然有罪。可罪不至死啊，孙大人，您仍有误判。孙大人，我刚刚留意了一下，您好像跟凶手一样
惯用左手。王大人，你的意思是说我杀了金虎？孙大人，我还没有出口，你就不要不打自招了。秦先生，您的话还没说完呢。是，大人，我在金捕头身上发现凶嫌留下的痕迹，愿闻其详。我在金捕头的指甲缝里发现极为特殊的布料，显然凶手在杀害金捕头的时候曾经经过一番挣扎，在这个过程中撕裂了凶嫌身上的衣服。请讲。这衣服的布料平常人不可能拥有，那是有钱人家的高等布料。不，那是官服上的丝线。钱先生，您可得拿定了再说。确定是官服？是官服。钱先生，你请回座。扬州书吏可在堂上？小的在。护房书吏，在金虎命案期间，这扬州城内可有官员来访？并无官员来访。所以扬州城内唯一的官员就只有孙大人。您怎么说呢？你要我怎么说？大人，在我说清楚之前，你也要解释清楚你自己画下的鸭，承认的罪。孙一正，那是我自己画的鸭吗？那我也要请你为我解释清楚。那我在牢房被关的时候，是谁能透过重重看守下毒于周中，要杀我灭口？那是你杀害金虎，有人想报复于你，与我何干？孙一正，你这什么？来人，带去。孙大人，你怎么解释？这是我自己弄的，跟此案无关。孙大人说的有理啊，既然如此，那你应当可以坦然地面对本官，又何须如此遮遮掩掩？哼，孙大人，您也许有些不服，但是你与金捕头的命案之间有太多的关联。这其一，你隐瞒金虎死因，让无罪的张宗误认为他已经杀死了金虎，所以他甘心顶罪。这其二，金虎是被左手使刀之人杀害，你恰巧常用左手。这其三，在金虎的指头缝中发现官袍的细部残迹，可当时在城内只有你一名官员。这最后，你刚刚又刻意遮挡自己官袍上的裂痕，这种种事件不得不让本官怀疑你与金虎的死脱不了关系。若真如此，张松顶罪，就是你有亏职守，罪上加罪。你含血喷人，人证物证俱在，你何须狡辩？来人，摘下他的官帽，打入大牢，听候审理。是是。张松，你受人所迫，使金虎受伤，虽未置金虎于死，但仍有冒犯官差之嫌。本官判你劳役，你可心服？小民心服。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张松，从今日起，本官望你能够抛弃过去，能够本着心中的善念，重新做人。张松明白。Thank you.
姑娘，您别担心，张公子只要服完短期的劳役，就可以重获自由了。张松，我要你知道，不管你是少爷还是书童，我对你的心意永远都不会改变，永远不会。喜欢的是小姐，我也等你，我会一直等你。慧儿，你说的我都明白。张松，谢谢你。世伯，清平啊，好，好。老爷，小姐，小姐不见了。素贞，怎么会这样子？这傻孩子，傻孩子！爹娘，清平失踪，张松临行，儿无一日安宁，不知今后何往。思及人世之纷扰，命运之异变无常，惶惶终日，无法安住其心。爹娘，孩儿不孝，愿参访名山诸刹，以来安住内心之无依。亦为清平、张松与爹娘祈福，求爹娘原谅，病入挂怀。素贞，素贞，素贞，不，不可能，一定是我太思念他所产生的幻觉，他已经死了。素贞，为什么不回头？我怕。怕什么？我怕，这只是菩萨为了安慰我而赐给我的一场美梦。我怕我一回头，这个梦就又消失了。少不甘发碎的慈悲，终将化作一池的红莲，升华为清凉的眼蓝。你看清楚，我是清平，我回来了。清平，是我，是我。清平，蒙观世音菩萨慈悲庇护，让我度过了一切危难，回到了这儿。我惩治了孙一正，还了张松清白。
费尽了千辛万苦，我终于回来了，我不会再走了。从今天起，再也没有任何事情能把我们分开。王金平，你不要以为这样就能整倒我。你用职分压我，不过我的案子还得经过重重审查，可不见得全盘皆输。你等着瞧好了。这时候该怎么做才能反败为胜？我得好好的想一想。这么吵，不要吵！阿弥陀佛，行已至此，施主为何仍执迷不悟呢？和尚，你是来看我落魄的样子，很抱歉，得让你失望。告诉你，我还没有输。阿弥陀佛，佛说以正止正，只有增加仇怨，却无法止息众生争论的妄心；唯有以此止怨，以忍息争，方能调御刚强众生。忍耐，我为什么要忍耐？施主，你一生勤奋，真正想追求的到底是什么？自然是济世救国，在官场上求得一己抱负的抒发。施主的抱负很大呀、你想要在官场上求得一己的抱负抒发，该是件好事。如果人民得到了良好的治理，这对民众来说也该会称颂开心。可是事实却是如何呢？我遭人忌，受到他人的陷害，所以人都会错认是别人为我们设下许多陷阱，让我们陷身其中而无法自拔。殊不知有不少陷阱是我们为自己设下，自己在自己设下的陷阱里不能够超越，不能解脱，自己把自己束缚起来，这才是最可悲的，也是最可惜的事。我不会笨到自设陷阱。以这件事的因果始末来讲，一开始你也没有想害王清平之心，只是王清平提起了他与胡大人之间的姻缘，他又批评了你的施政，因此让你心有挂碍，以致产生恐惧，所以引起颠倒妄想，才种下了这番因果。若是你凭着本性行善政，自己立脚跟稳定，不论是胡静或是王清平，对你来说又有何惧呢？兵法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运而制战，就是很明智而理性的态度。因为
怒而兴师出战，很可能决策失误，损兵折将，所以人不可负一时之气，率性而为。你在指责我是个不明智不明理容易迁怒的人。施主，你现在的语气和行为需要我再点明吗？你生命中最大的陷阱在于形式上没有中道的准则。中道？哼，我孙一正一生为官大公无私，对上不趋炎附势，对下不受百姓贿赂，我哪里有不中道？我哪里有不公正？聪明反被聪明误，所谓中道乃是正确的人生观，观念影响一个人的价值判断，决定行为的善恶取向。我已经走到了这个地步，就算错也只能错到底了，大不了一死罢了。说着说着又犯了，这种偏激的观念就是不中道，不具有正见。这样认栽也不算中道。好，那和尚，你倒给我说出个中道来。中道的人生观以佛陀八正道的教化最为平实。所谓八正道是指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勤、正念、正定等，这八条是通往清净解脱的捷径。所谓正见，就是日常生活中行事要有因果观念，正思维乃所思所想要与真理契合，正语就是所言都是令人升起信心欢喜，平时所行所作都合于道德礼法，更不会为了一己之私欲而伤害别人，这就是正业、正命，进而积极慈悲济苦，行善止恶，这就是正精进。正念，遇到困难挫折能够沉着冷静，运用智慧去判断化解，这就是正定。我不是修道人，你不必为我说经讲道。这八正道虽说是修道的解脱法门，但也是人人生活中皆应遵守的道德准则。施主，回想你过往的人生，可有依这八条道德准则行事？你若依此八正道行事，又怎会身陷囹圄？这陷阱难道不是大人你自己设定的吗？老衲今日与你相遇，即是有缘，请允许老衲为你诵部心经。阿弥陀佛。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人啊，就像河沟中的脏水一样，一旦污染了，就很难变回原先的清澈。求神问卜又有何用？拜神根本是弱者自我安慰的行为，完全帮不了人。菩萨若是灵验，那天下为何饥人处处，恶人处处？观音菩萨的确无法帮人改变命运。你看，观音菩萨的手中不也经常拿着佛珠？因为他也在称念观音圣号。求人不如求己，
真正能改变自己命运的人是人自己，而不是菩萨。唯有自己了解自己的缺失，只是借由谦恭礼敬观音菩萨，洗涤信者内心的善念，再经由这一念善良的本性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哼，人因一时的迷惑，在利益熏心之下犯下罪行，可终究会尝到牢狱的苦果。这天下种什么因得什么果，这是千古不变的定律，切莫自欺欺人。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往日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若要了解结前因，必当忏悔告白，才能消除良心上的谴责。后悔有如清清的水流，不管多脏的东西都能够洗净。怀有忏悔的心，可以终止再种下恶业。日修月行，我们的心灵将像一泓死水中倒入了清泉，假以时日，必定能够慢慢的洗涤净化。牛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老师父，老师父。老师傅，老师傅，刘三，刘三，老师傅人呢？哎，孙大人，你有什么事了？这根本没人来过，哪来的老师傅啊？啊，嗯，哎，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素贞，经过了千辛万苦跟磨难，我们终于在一起了。嗯，这都是因为有菩萨的庇护，是菩萨成就了我们的缘分。
只见地流之易水的悲怨随西雨纷飞洒下晶莹的姿态奋不顾身不相敌나는 도대체 누군가